另外，我今日在分享一个地方，这地方是威体，因为我这里来这里叫做爱丁堡，目前教会都以这里叫做哥罗的教会，有请我去做一个叫做营会啦 ，camp speaker 啦，应该这道理是比较成功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从来不和人人顶头的兄弟姊妹吃过硬菜，我拢是炒新的、茶新的、茶烧的，和兄弟姊妹吃。啥物烧的？因为这个是做顶头，相互重视的 privilege 的无相所爱的地方面。我从外头讲到我这样朋友，我是拢是用苦的菜和人吃。对咱人会顶头的时候，用心来吃新菜，会听讲阿咩咯？阿咩？所以你别讲讲这地方，这地方叫咩名咧？荷花喜乐，大家讲荷花喜乐？荷花喜乐。荷花优秀。荷花优秀。我感觉真奇怪，莫说我做荷这地方咧，接到来，到来为咁解释，阿边是大优秀，阿边大喜乐。我俾可能话表示名，阿边情形咧。我被今日被佮佮讲了是罗马书第九章，但是阿被讲罗马书第九章之前，我要拍一个底，我由罗马书第八章开始讲。咱个罗马书多，咱个保罗家己个信徒讲，伊讲啊，阿被耶稣都去耶稣基督内面个人无定罪了，咁样无定罪了。然后伊讲到后尾，然后伊个人讲无定，会乎基督将咱人分开。会将基督甲咱分开，换作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在基督内面，咱无命找了，咱都未甲属甲基甲耶稣分开了。这句话包括路个，包括路，包括路，路无咧拆掉，你讲什么？路无咧拆掉。叫基督的爱，甲基督分开，甲路甲基督分开。这个个名字，名字，这个名上帝救恩，唔是看你这人来听的。是靠了耶稣基督，托起十字架顶所完成的工，一听讲阿弥陀。阿弥。弟兄们，保罗真正清楚甲人讲，伊等于在第八章时阵，上帝启示伊在第八章时阵，你都去听时阵，你讲阿弥陀、阿弥陀、阿弥陀，内面真正一个启示，真正一个安慰的话。但是来到第九章时阵呢，伊后面讲一个是完全甲第八章完全无相的物件。阿伯讲之前，我睇到英文好听，读起腓立门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物件，我话英语会爱心，谈到国家多嘅喜乐，甲安慰，阿莫讲物件 ，for we have great joy and consolation， 你讲啦，喂，甲我嘅如果是保罗是一个欢喜人，我用正字英文来证明好听，伊是欢喜人。伊常常劝告基督徒爱凡事宽恕下恩，爱常常喜乐。但是你讲你优秀个性来讲，那个一下神呢？人人唔但止唔捌听过保罗有个性，反而未接受保罗是一个有个性、有优秀个人。但你来看第九章第一节甲第三节，你讲乜嘢？我到基督内面讲老实话，并且无白出，因为我喺良心个圣灵内面，但我白白做见证。我真系大优秀，我心内面常常的心啊，为我担保，不是我顾虑自身。就算我家己受咒诅，甲基督分开，我嘛甘愿。保罗讲你，这正出名的。保罗讲侬听，你讲老实话，伊无白差。你讲伊真正得心啊，伊真正优秀啊。伊这个唔是优秀呀，是真正大优秀，是心内面真正得心。这是圣经内面其中一个奇妙出人英文，是真正少人的注意，真少人的知。保罗得心，保罗优秀。你讲实话，实话，甲你讲，我内面真啊大负担，在基督内面的位，在你
聖靈喺邊頭啊？做實事，我唔揾依個啲嘢。那是為擔保猶太人嘅基本黨，這是一個上帝透明嘅想法嚟。頭前都講，咱個基督喺邊冇定下罪了。頭前都講，我唔係將咱個耶穌盤開，但是我今日同你嘅朋友講，要願意拿耶穌盤開，好叫猶太人談到得救，如果心滿意足了。我跟你講，我老實跟你講，我讀一段英文的時準，我真正真意，我不明白講的意思是什麼。但是我對聖經的態度是，雖然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上帝話絕對沒錯。大家講阿門。阿門。是誒，真正聽聖經人是咱看時準，咱不明白，買人不明白，我講上帝問題，聖經問題。上帝啊，聖經無問題，聽到阿門咯。因為上帝比人了解較濟，上帝比人有智慧更加濟，阿門無。阿門。阿門，我嚟講，因為上帝知影你講了咪，雖然我無明白，真正濟你我無明白，阿門受包羅你講緊我哋話，我甘願受咒詛，這是伊的擔當，猶太人應得救。前一年我感覺是我無落地鐵，啱啱落地鐵咧。我咪開始咧，咩想法嚟空白只字呢？我感覺啊，可能法老公是講偉大嘅喎，那是無人落地鐵，我嚟落啦，咁嘅意思。即係意思是絕對唔對嘅，即係佛教嘅想法，唔是基督教嘅想法嚟咩？但我之前我讀聖經，我見到聖經時準咧，可能感覺明白了，一錯我相信即係聖經啟示話嘅。包括教我一个坎，伊所讲的，伊讲我用耶稣的心来做我的心啊，我好像耶稣的款的款，因为耶稣基督讲我受咒诅，好叫侬谈到福气，因为凡掉到基础啊，查头唔得嘅，侬受咒诅，我讲牧师啊，佮全讲了，那今天来讲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九里边，基督替咱人受咒诅，我叫上咱人离开文化的咒诅，因为圣经。聖經的上講了，凡掉到警察頭唔得嘅，攞是受咒詛。人嘅保羅所講，以基督嘅心為心，甲我一個抗戰，而且加耶穌安尼看，伊講我甘願受咒詛，好叫我蛋包會趁到得救。我嘛會，咱嘛買到啲保羅心有啲看到，伊是一個多歡喜人，伊是一個多優秀嘅人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，我俾你講，這個人會使，但是唔優秀，但是唔歡喜。第一，但是基督徒，你聽到講阿咩咯？阿咩？我知影真正一個人講基督徒應該心上歡喜，無煩惱，啊，唔優秀，唔等等，萬事凡事謝恩。但是我的重點是甚物？這世界上僅僅基督徒會同時歡喜，會同時結束。為甚物結束？聖經講咱的結束嘛，無像家裏的落地的人安尼款盼望。就是講，你會有坎坷的日子過，但是你心是歡喜的，會聽到講安尼咯。那兄弟姊妹，我做节目时，我好自然就讲，那是能够讲信耶稣，阿弥陀佛，我无即是几多起来。我信主三十年了，我有面对问题，我有我的问题嘛。但是我心内面就是讲，因为我是靠了主来过一关一关过，你听讲阿弥陀佛。那是啊，任何人讲信耶稣，看到问题，该讲那是几多起来，你错了就好了。但是我真清楚讲，你我靠主，你食苦不要紧，当食补，因为主教你同齐，你唔是一人去面对，因为主教你白白面对。阿门。阿门。而且我今日时代教会内面普遍上嘅教会，你家都是讲免烦恼，烦恼等等，爱靠主欢喜，何几个多了，拢是食梅无食地，地嘅食未落。你成個大門邊個看到別了，就係唔到上。你可能話你見到當嚟交通，哎呦，我到上啦，哎，到上咩可能？你可能
伊叫上女。我咧讲上面得罪女，我希望你帮助你评定，想看卖我讲的对唔对？若是咱相信耶稣本就进来，若是咱相信咱有世界末日，这到个。大家无所谓，点声耶稣要来，耶稣要用咱人一百个人来为做见证，为来死，你敢有可能无？你讲，无可能。哎，你咱淡薄个，就是。今日几多故事？今天吃来几多？淡薄，不比吃苦。今日侬几多教堂内面在讲啊？信耶稣比吃苦。有可能，我敢讲你查基督徒，查基督徒有一本册叫做《猫狗神学大全》，有一本册伊是安尼个呢。阿莫讲多 test and 多标志，伊讲啊，一本册内面讲怎样呢？一本册内面讲，当伊教堂内面有裸装基督徒，这是猫的基督徒，这是狗基督徒，阿边是猫基督徒呢？这叫我的感觉，多我只啊，多情，多动，多爱我，我感觉应该我是上帝啦。为了这个生活了，上帝，我是上帝，因为如何我只啊，多情，多动，我也是上帝。你无好啊，我个无上帝路，所以有一种基督徒在教堂里面，你做事上帝，我也上帝路；你无做事，我无上帝路。这个喵的基督徒，这车里面啊有一种是狗的基督徒，阿咪叫狗基督徒咧，都给我穿，都给我吃，都给我困，都给我躲，都爱我，都应该是上帝啦。所以，那是一只上帝无可以，伊们得人得人把咧，伊们离开啊。所以，一但是这本册讲啊，做狗基督徒啊，叫你做喵基督徒，人家咪甲你讲，无管是狗啊是喵，拢唔是。上帝是合，跟阿上加耶稣，哦上加耶稣基督，加是信合，而且都阿咩咯？今日信主的人啊，愈来愈唔正款，对不对？我去烦恼但心中来，咱面对耶稣时阵，唔知几条会徛会在讲上帝面前呢？这是我真正担心，只忧愁，才甲保罗我向我忧愁，到底人是安怎款的？像我甲人讲的，伊动不动用导演杜门就笑，哎呦，我导演杜就是啊，还是我保罗讲，咱人个要为无信主的人来忧愁来忧愁，我唔知安怎。我是一个牧师，我是上帝的仆人。这几个月我看了，人安尼去拜七月半，看人去拜普渡，人拜好人去，我心真激死，我心真啊忧愁。我看人真啊坎坷，从来安怎办？一直等着我，所以要讲三行三点，来讲三点。头一点，我要甲你讲乜物件咧？养的情形，大家讲养的情形。圣经讲，圣经，真侪到咱人无去查的，无清楚的人，咱无办法在咱心中，因为咱未记了，未记哩，咱有阵是无清楚的。咱不想讲样安尼徘徊，想讲你款失常，想讲你款失路的。圣经讲乜物件，就是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十二节讲样，啊，就是你咱无去。外口，阿伯讲 ，You were without Christ， 甲以色列国无分，除了英文的国是外口的人，那叫外口的人。外口的人。我伫世界上无盼望，无死。阿伯讲 ，Having no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， 系因为咱无上加，你看咱未记，咱有差无死。失常靈魂是上帝用的救恩，用的寶血來救咱啊！咱未記得，所以看到你無信主，人你哎呀呀無信主哎呀，老天啊！對，啊，咱是我咧，咱應無信啊，老天啊，不是啊，我真正起哄了，我講到上面，我真正起哄，阿咪說咧，因為啊，基
基督徒已经无传福音的胃口了。当你无胃口、无胃食物件时阵，代表你呀，你代表你看病了。你无插阿哩无信主的人，你无去插阿哩传福音，啊，无去插阿麦传福音，麦去个无去看阿哩无信主，也无信主，你袂要紧，要紧啊，要紧无去教会。我甲你讲，这是有问题。今日教会，今日基督徒真侪人，也无胃口，为了传福音的代志。人一念脾气了，也有渣，我是有人。甘愿去传福音，卖听，让家己家来行来教会来听做。这就是我有时真正期望，教会传领，教会带领出安怎发展基督徒出来，食好、穿好、无烦恼、免疲劳，安尼基督徒。可能家己都袂得意，一礼拜拢不进来教堂，礼拜天。其他就是做咩？独立世界啊嘛！家己做咩？你无胃口是一个危险，你无力无助是一个危险的，我提醒你。你过去我感觉甲你讲的，咱人优秀无参加咧落地的人无盼望，即边圣经明明甲咱讲，无基督就是无盼望。你嘛唔知，你想要挂标意义，人生无目标。我甲面讲，你唔知影，人面大家面目，大家安怎款，甲叫搞。人为了你活，人为了你死，人难道是甲一条鱼须皮都用了不行家己啊？你我甲你讲，我唔是甲你讲骗话，你挂个老袂话，你知我讲恁听。话人就是安尼，你开报纸，你看电视机，有一条这样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告诉我们物件，伊已经达到人生的第一关的所在了。伊无搁追求了，伊有功成名就，伊有爱有名有名，爱有位有位了。有只要这样款的人，样已经达到无追求的时阵，叫你样怎去做啥？真正这人是无到三十岁，你再讲恁爷，我做茶杯都看会到的。啊，你说人无目标，人家圣经讲人无盼望，人无基督，人无盼望，人无目标。啊，你说人会白痴啊？人会白家哩？安尼离脱哩？因为啊，人白痴了，人看是看外头，大家讲看外头。人看人有车有厝有女。人咱都感觉哇哦，那是咱身体用着就好，但是无归无故，咱看到伊安尼惊十多，坐下久，无红包变只代志来离，来家冤家家路，搞到路尾离婚。啊，你代志真正济，特别在社会内面，你再话讲恁娘，我讲话无讲骗我，你再话讲诚实话啦。人毋是贪着真正济钱，才叫成功。人都要知影有目标。我惊你死十多岁，我唔知我活落去。但是我也是今年落卡春天，我无惊，我知影我睇到同住嘅会是咩鬼嘢。我面对这个问题啦，也是到今年落卡春天再落咯。你唔我尽量去，但反正尽量定下钓鱼安会大。阿弥陀佛，无比多，我无看过。唔呀，第二项，阿弥讲，养就定下做。养就定下做。我爱怎样？保罗讲，养就定下做。讲伊罗马书第八章开头，养多万路现金，阿弥陀佛，基督来伊呢个无定下做了。买飞机，安怎人？安怎看的人无定下做？多基基督来伊呢人无定下做。第二，多基督来伊无定下做。在基督内面无听罪，咱来教导来教，咱就听罪，听罪，老去听罪是叫阿莫讲 condemnation， 阿咪是听罪 ，condemn， 阿咪是听罪。有人讲讲听罪是一个尴尬，对不住的尴尬。我刚才讲听罪不是一个尴尬，听罪 is a state of fact， 是一个属性，是一个整体。啊！你是叫听罪，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，
要判死刑，但要判死刑。要判死刑。阿婆讲 sentence to death。sentence。啊 ，sentence to death。我到你话出话讲，要判死刑，并且应该死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，都把你话明白了。阿你个经基督内面的，无着判死刑。那你话我出话讲判人死刑啊？是咪耶稣判人死刑？我甲你讲，我唔对了。圣经讲廿清楚啥？啊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、十七节就是咧讲讲，因为上帝派伊子来到人世间，唔是定世界人的罪，大家讲唔是定外罪，唔是定外罪，乃是何世界人照了伊的看着得救啊！阿门。上帝派伊子来唔是特别定外罪，是被好多得救，上是你的无着定罪，无上是你的罪已经定了。无相信上帝独生子的名，即爿人讲上帝子来，唔是要判世间人死的，乃是要救世间的人。相信伊的无着死刑，无相信伊后面来之前，耶稣后面来之前，伊已经判死刑了。我无管你是大不是大，你既然出事就判死刑了，你来反正世间上就是准备落地狱了。咱从哪里头落在？我真係冇識得聽我講，眼人講，但是上帝你冇識得你落地嘅，萬咪傳道人，冇個講地嘅啦，而你人啊冇識得聽啊，但不過咧，我同你講，你得出事，那是你唔愛聽地嘅，你冇相信地嘅存在，但對人咁滯，集條交佢都唔用。啊！咱人死喺落地嘅，阿文讲人死是天堂无，因为你们真啊真真啊盼无盼望人死落地嘅。但是耶稣讲，我乃不是定罪罪，我无希望你落地嘅。耶稣讲，你乃是相信圣经，圣经内边讲地嘅比任何邪更加邪。圣经讲形容地嘅是一个坎坷嘅所在，叫你卖去。如果我相信耶稣，但是我无信地基，都是一个老啊。耶稣讲地基比讲天堂较济，咁所以耶稣讲地基较济。第二讲啊，啊你危险的所在，你别去，你听看耶稣讲咩啊？你咧进入黑暗内面，你会牙咬牙切齿，如果坎坷了，如果坎，你耶稣你警告人，你别去地基边，别讲地基。耶稣比任何人讲地基较济，比天堂。Hello。所以係點解？佢講地基唔是人生出來所在，地基是有影有義嘅，因為耶穌講有地基嘅所在，唔是人生出來嚟蝦人。啊，你冇聽話，你冇地基啊，唔是蝦人嘅，是耶穌真正清楚這所在有位。伊三萬幾多內面，伊為了要救咱啲地基人，伊多三萬幾多內面。伊只有把了灵魂救出来，所以在地基不是讲笑，不是笑出来，是属实有诶大家所在来。上帝，咱有人讲来听，上帝安尼好，我必须要做地基来害人，害人吃苦。我甲你讲，这是无比好多地多天话，上帝无做地基来害人吃苦，上帝做地基是何魔鬼啊？安尼百多个天灾来，因为了这个魔鬼啊，这个天灾百多个天灾。将伊搬到伊地基内面嘞，但是本地在嗰度，本地在边冷啊，咪对上帝，爱对魔鬼，爱对撒旦魔鬼，所以了，古扎上帝嘅圣经后好写最清楚了，地基落落落垮伊最清楚了，因为怎样鬼地天才不多，伊怎样魔鬼鬼冷，伊下到地基内面一点都来多玩垮了，但是冷咪对上帝嘅时阵。这地基变大起来了，你明白我讲咩啊？你明白我讲咩啊？上帝无做地基来为咱来，上帝做地基是为了撒旦魔鬼将伊关一个所在。所以，阿弥，有人有拄啊读书读人，甲你讲啊，天灾啊，有食无树安尼关。我是介绍天书，让你讲，以观相咧，不敢讲天灾之前啊，之前大声咧。我唔知你相信无相信天灾，我从
的牧师，我真不清楚，讲天才是真实的。如果无上帝，你看系我未读过伊读，我无你咁想读过系咯咩啊？你讲即个天才，先你讲即个天才啊，直接来读会开始十八万五千人，即个天才有够咯。如果嗰个啊对他，列王之下十九章三五节对他，何讲得对？曾经讲过几次思路的话，伊讲将来啊，上帝讲啊，用一个天使在个空白网边度，边个落去地基里面啊？伊就讲啊，上帝要用一个破坏力大的人，用一个天使，咁是真出名天使。曾经讲用一位天使无讲名，可能我去想破坏啦，直接耶稣讲够了，将我去百几落地嘅。了，吃白的鸡苗，都问主啊，你要叫我，你派嗰啲天使去，请差叫一个人，叫第四个人，几百亿，掉啲红牙所命就好了。所以我相信啊，魔鬼就不怕，要第一即个天使好。我唔睇到上唔上啲天使，甚至讲唔好嘅天使加唔好嘅天使，信主嘅人。无天才都要有，有人讲真平都平无用，都攞嚟天才都要有。我是无看过人做天才，无啊无看过天才啊，先做人无看过天才，冇啊。啊，人家拢承担拢去啦，我讲讲我做天才另外边样平，拢看无到。做天才都话边样平无，边话多罗生，有时我未记。但是有真多到發生過大事時陣咧，我個上帝我開我目睭看到我的天使光，我知道我在三樓，我上去擘到二樓，二樓出到大門就出到去啊，我嗰啲鬼咧等啊，落去就真啊近拖咧，但是我只大門就落去時陣啊，我感覺到有一隻手啊扶掉我鬼人水水幫我到二樓度交一件大事，阿媽。喂，聖經講啊，上帝可能天才是托世人能力，所以好多人都冇天才，冇乜用。所以都看牧師前下講打，一打成我做，又冇機巧，冇驚派人，冇驚派驚啊，隨歪。我冇驚你，阿你我阿咪先啦，嚟隨歪。阿咪説，等於我前下講上帝可話就嚟講開玻璃架，阿你嗰時為天才。我叫賣你佢，嗱我做佢係諗住。即係講多嘅嘢，所以即係天是多聲嘅，上帝創造嘅地基，何著咁樣嘅天無好嘅天勢，將每隻人換啲沙發嘢運到入邊，第一個問題，人對啊魔鬼，人發現啦做沙發魔鬼嘅下手，本正地基嘅春生是贏到嘅，但是因為人知呢件事做咧，即地基變大啲啦，我咁樣講佢啊。所以上帝派嘅囝来，俾咱嘅中间，叫咱能免落地嘅，咱永远款嚟欢喜。但是咱嘛应该为阿啲无路、无起天堂落地嘅嘅来，嘅灵魂来忧愁、来孤单、来激心。你知唔知影？上听之外，基督徒都是无敌无灵力，阿咩灵力？只有灵魂嘅灵力，阿你咪就讲叫灵魂嘅灵力。叫灵魂嘅灵力。是。上天靈力是來領情啦，可能多去啦，也是人就翻啦。如果一個靈力，我是叫靈魂，大家講叫靈魂，叫靈魂。尤其是咱啲學生嘅情況咧，我咧感覺我都係真係識嘅情況，因為一個識嘅情況嘅人，伊是真正有靈力，坐人先入去，伊是冇靈力嘅。那是心灵真正充满的，你如无灵力来救灵魂，这个是我相信，差不多知影的心灵充满。心灵充满，阿你双眼白了，张白了，张都白了，张白了，张都住我左右边。If you ar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 God, you have the power to save yourself. 救灵魂。我在古圣都来问你古圣的，因为你就叫救人，你错人来死掉。
但是我伊拢毋知影，真侪人甲了已经就行出，已经出事就着，要判死刑了。也大家说世界上可是要落地狱，上帝并无派伊囝来定世界人的罪，伊也已经早就着定罪了。这无啥物事，咱去传福音的原因。保罗怎样的情形？保罗怎样就定罪？保罗讲咱就要怜悯安尼款的人，咱应该不会。都怎样样的去问？我心主的头一开始，我有打一祈祷，我祈祷恁娘嘞，帮助啊，将这个救灵魂的负担，将手救灵魂的担当，放伫我身躯顶，一日比一日更大。都怎样无？我的内面外口，我每一个衫，我每一个细胞，我昆虫都长。我今日头下困醒，我想了面，我想了心，今日我解救这个灵魂咯。上帝做我杀死我，我不听话。所以今次人无明白、无了解我的人啊，也会感觉到这个牧师一帮，牧师是无，唔知是无教我哦。啊，这一帮无跟我讲话了，安怎无跟我笑啊？安怎这个安怎嘞？哎呦，我是牧师是明讲啊，教我真正对我意见，其实我爱我爱得迷糊啊，讲。任何人离开这教堂，任何人离开咱人家无来，我的心头朝地震，头朝着上帝求饶的。我甲你讲老实话，所以卖了点想讲啊，哎呀，因所以了点想讲这个物件，上帝物件，因为侬十八个头人，我侬那是有救灵魂的，侬无上帝这物件，我甲你讲。三十年前，我信主了后，我特大钱，也有单张 gospel track， 一间一间去看门，家人讲也好，我那是讲骗我，从你做外省事，我讲我今日到所在。我走过几两点钟啦，我走过个了十几层啦，我走过海边啦，我走过阶梯个了一带啦，我走过咸鱼店啦，我走过锅茶街啦，我走过头条路，行到八条搭搭经济卡位，过三条路海尾啦，一带个了我走过，就是阿姐点声真准时个，我搭只搭搭个所在去啊，搭搭经济，安公经我拢走进去啊。我甲你讲，规个三条路，海尾到到基地有几间红房间，有300多间红房间在做。啊，你去做文件，你再讲物件，我做多，我哩做台湾，讲起我都再讲物件。我不是在讲什么垃圾，讲红房间，红牙刷牙皮，红牙刷牙刀，红牙刷牙无食滴，人家叫我是笑的。20年过了后。今日你看啊，这三条路海龟已经无海龟啊，已经变成海龟啊，海龟，红光灯车都到了，出一个红光灯叫做风扇，都无变，没有变。阿弥陀佛，这叫上帝的真正。我不是讲你是外邦罗的，但是我真个清楚，这个是主宰的。我每一个看一个，每一个每一间厝，我入去的，我敲门的，用用草手来请我出去，让我草手请过我。有人房狗来咬我，推我；有人推门无欢迎我，伊推我，我推伫外边的，伊推我。有所以，我才去博士的面皮来搞训练来。每块块有新做的歌，你去传福音哦。如果一间一间去传福音哦，还是都无。因为都无对灵魂都无啦。因为都感觉这是无要紧的，我去教堂，我信耶稣，我来去安排事，买些无谓代志。当然，为了这点事啊。我不过清清其他了，阿弥陀佛，上帝叫我买去了，不是叫我做，
唔是驚我被危險，因為我去向公正，啊你其他俾我倒翻咗樣，但係咱嘅比賽我係對亞索嘅國勢，那是外星嘅國勢，十八億，我講咩邊啦？咩邊？多個國勢咩邊？你咁聽，看住就理解啊！我哋下個月，我咩邊？都叫佢先，都請佢先起來喎。有路咧，咁你請咩咧？我係亞索隊嘅，我邊啊？我哋點解搞出名？我嚟搞出名，我亞索隊嘅我嚟，都跳得比較跳得嚟喎。你跳未起，因為做嘅先唔得嚟，你亞索隊嘅隊員。你跳光天高，如果我講你，咁跳未起，你講話跳出嚟嘅。你做嘅係咪亞索隊多嘛？學亞索隊拍出嚟。有啲奇怪。我去得看查，你又唔記得講廿個。不過講即個咧，又是我講片話，我 send 出來，但我直接廿個講都買過去啦，買幾年去啦。咁所以，因為阿暫時有家姐耶和華見證人，我們教會出來幾年他們樣，阿哋是下教嘅，主保我問題，人多會，人是下教啦，買去傳啦，買幾年去傳。但我講買。主要講講我買咗幾千年幾樣，所以因為有陣時我哋賣保險，幾千年啲少人賣保險，但老人保險賣呢啲，阿你賣阿你苗頭過，阿你貴啊，唔知幾千年啲唔幾隻個人賣，特別老人嘅，咁主要買幾樣，但我買可能金達標，但廿數是老人，所以冇幾樣。搞個未來兄弟，亞索哥哥，你俾我把你辦好了，用咩用白街，用車咧，你全部用，所以你看你今年我嚟搞多少，我嚟搞多，我做緊了，每場又婚禮啦，博士班啦，醫診啦，即醫賣會啦，即搞了唔驚，用看目標嘅，我同你講，即我是為了俾九零完全學業嘅一個guest tower 嚟，我是俾荷蘭嚟搞推廣嘅，我想聽下你學業。想跟你治療，先學業嘛？你講下次我有所好唔？我唔使咁樣，你做嚟家調查，想咁用心，都已經嚟到嚟，你做咩家我做配合？啊！你做咁樣嚟啲買錢呀？我唔有好啊，車啫，暫時唔想做嘅，當時叫全學業運氣在冇。我喊你咪喊你得意思咯，妖！所以我用我不是用按有聲音教你講嘢，我是骨頭講。有啲咩？第三，大家講樣樹有咩變？樣樹有咩變 ？No， 亞科我。本是一个花的人，本是一个有钱的人。人除了保罗，也好东西，难讲也好能做东西。到底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讲一点，耶稣一下落船，不可能多半的人不念一样，因为要想加一个鸟无木者的款，个开始加多样一样钱来钱。我咧帮助你明白个之外，今日今日明白讲讲，阿咪是可怜，阿咪是有怜悯。可怜甲怜悯是两项代志无相的。可怜，你使可怜无为人；你使可怜这要病甲要死的人；你别会使可怜去食烟；你使可怜这流浪汉；你使可怜这孤儿无老爸无老母；你使可怜这孤老无是无囝无亲人老了要死的人。啊，你食毒的，啊，你精神病人。但是都咁啊，可怜都无行动无行动，即个是可怜。但是怜悯啊，唔是嘅。怜悯嘅意思是用爱心行动，大家讲用爱心行动，爱心行动。阿冇讲 love in action。Don't talk about not just talk only love in action。事实上啊，如果讲怜悯阿冇嘅字啊，阿冇叫做 compassion 啊。Compassion 的 root word 啊，以及就是 passion， 阿咪是 passion， 就是叫决心咯。但是你看到我决心无够咧，哎，我行动诶，决心啊 ，passion with action， 那是叫做有怜悯。听住我咧，我做你，我从我来讲，你使都未使，都未使无爱心，几好？
有可能这几只阿块一块两块这些货，但是你绝对无可能，你爱心袂使袂无却无好诶。一个有怜悯的人，也叫会去做代志的，所以耶稣是一个真欢喜的人，我是一个真激心的人。因为后未起存之前，伊真欢喜，因为看正一人做了，伊真欢喜。伊这路程看到真济人无福者，伊个有怜悯呀，我开始加保养关于天命的代志。这个是咱们的主，甚至耶稣讲呀，我实在甲侬讲，侬别哭，侬别哭。把世界人的欢喜，拢爱，拢爱开心。You will be sorrowful, but your sorrow will be turned to joy, turned into joy. 对，欢乐，对，开心会变作喜乐。我这边地，那是我是真实本地耶稣的人，我听到耶稣阿弟阿弥信耶稣的人来开心，都是可怜人。都是真正清楚，知影样的油样来样的真理。如你知影样，样就定，样就定做了。以后样需要有怜悯，因为如那是为这灵魂来这样多优秀，一旦样信主了，我讲这为样来多欢喜，无优秀都无欢喜。有时我看到为人信主啊。咱一点 excited 都无啊！一个哇，真 excited 的感觉，一个真兴奋啊，真欢喜的感觉都无。所以咱一开始咱都无不一样来认输，激心过呀？唔捌激心过。因为咱对耶稣讲的，耶稣帮助到到只鸟去找一只叛变的鸟，耶稣帮助到到个类去找一个叛变一个类。耶稣讲的，咱是回头的故事，完全无解的。即比如的后尾，到到尾时阵是充满欢喜的，啊，比如咧，养成经历了清脆的过程，养知影失去的会激心，所以养有多欢喜，因为养成。多激心，因对灵魂负担有兴趣。今日起码我希望你卖无胃口对灵魂啊。你卖自己讲自己爽尔啦，你需要爱有负担对灵魂的，对灵魂。我要用一段经文来做我的结束啦。这经文是讲真实实在啦。同一晚系福音第十一章廿八节。可以睇住啊。我福音第十一章廿八节讲乜嘢？论说有劳苦等等大的人啊，教我出边来，我要何侬谈到阿叔，我心是温柔谦卑，侬应该付我茶。打外茶，教我合心，如人不会谈到心灵的暗号了。外茶是简单的，外茶是轻松的。阿们无劳苦，阿们无等待，也出。咱从咱知影，咱今日拢有劳苦无等待啊。所以一句话，耶稣是对我讲的，不是对别人讲的。伊讲凡劳苦等等待的人，来我这边。耶稣答应咱，让咱谈到安息，不是可能谈到，还是有谈到，是定到谈到，家己面前讲定到谈到。但是咱安怎会谈到安息？我个镜千回都变啦。你在耶稣的茶，跟耶稣的单上面，我查到讲解啦。耶稣的单跟耶稣的茶都是难得了。耶稣讲你应该打我的茶。他的思想灵魂阿未明白我的人，但问题是啊，咱常常甲主讲啊，我甲求加济单单了，加济单了，我对你的单主啊，对你单对你查无兴趣，很奇怪，也不甲人所讲，我已经有经济负担了，我有惊的单了，我有工作的压力了，我未够单了，听人所讲都讲物件，人所讲我无
钱，做咩打牛啊？都嚟打喂打，你喂打个天，喂打个地，喂打个城南，都嚟打喂打，也喂茶，我保护钱都靠了，等打了，阿门，拍手耶稣。喂茶个喂打，灵魂个难，都叫都去锤阿身上咧，叫伊阿锤，需要怜悯个难。耶稣讲，我过来扶持佮经济，来扶持佮经济，扶持佮工作，都来扶持阿哩阿爸救的灵魂，会听侬讲阿门咯。主要的结果是，你会趁着暗号来做奖赏。耶稣在查什么？耶稣讲在查什么？都在唔知样样正常啊，样个要下查拢。一堆牛来问你去，一个是老牛，一个是少年牛，你看伊少年牛，一个老牛，一个少年牛，放到伊个镜头唔得。老牛代表啥物？老牛代表耶稣，耶稣够经验，耶稣去到哪个多个，耶稣去到哪个济个重个。如所以咯，你对了耶稣白白打个打个差是存在，你是轻松个，你个打是轻。神人的会听你讲阿门咯，有时咱是咩狂啊？耶稣教你讲乜嘢？耶稣讲啊，你干个打歪打呢？歪打我，你歪打就变做歪打。耶稣讲，你今日感觉你听人打，有 feel burdensome， 阿咪说咧，你认为你打系唔歪打，你打系是乱劲啊？只要你打歪打，歪打个了，无个了，伊会以为我一定。铁骨牙，招兵啊！以后你听到讲阿咩咯？阿咩？我哋讲个简单嘅话咧，就简单就简单嘅话咧，系你点办？今日你家己讲你家己需要，你看未到耶稣嘅需要，耶稣嘅心跳，耶稣嘅心声，我是我爱去救我灵魂。阿妈妈祈祷，祈祷咱国家，伊希望别人得救。尽白尽力，这个是耶稣的心声。耶稣希望人来尽白伊，但是咱咱讲，哎呀，我未老无下，我有真济问题，我要做工，我无地要做，我有真济问题，我有家庭，我要饲，我有当要过，所以你伫日夜里呾，你呾未了的。耶稣讲，你只要呾我呾，我无负责你呾，这生意真硬命的。阿不是要你讲，咱打个钱啊钱，咱不用出个地方了，出个门面打，当小啊，外打家庭 ，Hello， 但是我买，他出个买，买打我个地方，对打我个地方，所以都另外都是打他。然后来，玩脑壳当当当来，话路，暗笑暗笑困，我买啦，我买笑困，别管你莫莫笑。我今日那是自己清楚，怎样耶稣的心态？如果明白保罗讲的，我为这些无信主的人，这世俗理论，我真难接受。每下，我想看卖这些偷的，做出安全这个路，但了是超出这观念。阿弥陀，奇奇奇奇无奇奇。无人怕你主耶稣爱你，伊哩讲主讲主爱即个我爱阿哩，是讲靠个庙呢。庙讲都好啊，都好啊，买庙个，教我全部好啊啦，买庙嘛，不是？主讲都是教你是庙，你那边唔得歪路，你来打歪他，你打歪他教了，你阿不会教了需要，我弄我教你，阿哩。主的话讲，伊干那一个担尔，伊干那一个茶尔，你应该来拿起我的茶，教我好些。而且我的茶是应该，我的担是神人的。如果伊看到暗掉了，你还要试过来，从来伊阿爹都买错了，买发多的经济，买发多的干，你全做主的工，求灵魂的话，我甲你讲，你看。
下了的人对住三十年我不要死，我不是看见无论在，我说我明在，我非要看见，我父子俩阿伟出来，我从顶山单了单了，我把名声我放了。但是上帝赐我到我今年三十年，我无欠费着。俺说诶，因为我大，诸位大，我将我大交予耶稣。阿门。